下一個咧就講呢個馬卡，因為我咧喺同學會嗰度咧 post 咗啦，跟住咧就會有另外一位讀者，其實佢都係阿 Min 嚟嘅，就講話好有興趣聽馬卡喎。咁樣馬卡有咩好處咧？咁嗱，其實馬卡睇下啲都反轉咗 MACA 馬卡，咁呢隻就我食開，咁就冇乜所謂，咩牌子都冇所謂。咁個樣咧就係咁樣嘅，攞出嚟個粉咧就係咁樣樣嘅。咁唔好意思，睇唔清楚。咁樣少少淺啡色嘅。咁嗱，馬卡咧喺我哋依邊北美其實都幾流行下嘅。我哋依邊咧就叫做秘魯人參，喺秘魯呢個國家出產嘅人參。咁我哋點樣用多咧？通常咧就係真係好似人參咁樣嘅，係可以提神嘅。咁好多時咧好耐好耐之前咧，我翻查咗咧，原來嗰邊嘅民間傳說咧就係講譬如女仔咧，如果係有貧血咧，食咗馬卡咧就會冇咗唔精神啊，或者即係會精神會好好多啊，同埋會提神嘅能力嘅。咁但係其實我就再睇科學文獻啦，因為好多時好多人講話呢樣好呢樣好呢樣好，咁但係其實是一個人吃了說好啊，還是一千個人吃了說好呢？其實這個是最大的分別。所以呢暫時性呢科學的根據呢，馬卡呢就他們呢找到的好處呢除了說提神之外，但是呢我看下去的文獻就覺得不是很 strong， 因為提神的意思就是有個人吃了跟著自己就說我精神了啦，咁完全咧都係我自己話嘅，即係有感覺嘅啫。咁就冇乜話一個點樣可以真係有一啲可以用數據可以數出嚟嘅。咁但係我都有食過噃。咁點解咧？咁真係係會提神咗，我自己感覺。咁所以我噏唔到俾你聽，科學話點樣樣樣，我只可以講到俾你聽，我自己食咗因為我一向都係有貧血的問題啦，我已經是會吃鐵丸的，但是有時候真的去到三點鐘我是會突然間好像跌鍋，我一去到跌鍋的地步我就會 Hi Hi Emily， 我就會覺得不行了，真的太低了個鐵質，我這個是可以一至兩個鐘頭之內令到我提神，咁同咖啡有差唔多嘅用處。咁仲有一個用處咧，就冇一定要講嘅，因為呢個用處咧，我哋好多人咧都會有人用，但係又唔講嘅。咁其實咧係咧喺北美啦或者南美咧，呢個咧係用可以增加呢個性能力嘅。咁咧如果嗱咁當然啦，呢個又係冇乜文獻嘅個文獻我 check 過，佢哋就話可以平衡男性荷爾蒙，講咗男仔先啦，平衡男性嘅荷爾蒙，咁就可以增加精子嘅數量。咁當然啦，呢個我 check 唔到嘅喎，數唔到嘅，咁只係可以咧同埋可以增加持久力，咁呢個就都睇到嘅。咁女仔咧，咁食咗有咩好處呢？文獻上咧就係話可以平衡女性嘅荷爾蒙。咁呢個好明顯，其實馬卡咧喺科學文獻咧係好多都係講關於生殖系統嘅好處嘅。好處通常都是在生殖系統有關的，剛才我們講男性，譬如增加精子，譬如想懷孕的夫婦，或者馬卡就看看可不可以幫下手。女仔來計呢，文獻就說增加這個平衡這個女性荷爾蒙，即譬如可能有時候會月經痛啊，或者流量太多有可以幫助的。另外一個呢就是增加性慾了。咁咧就我咧就試過嘅，咁咧就好掂嘅，咁所以咧我亦都可以，我噏唔到俾你聽科學就係話可以增強性能力，咁但係咧真係數據嚟睇咧，
未有一個好統稱，即係好多即係千幾人做出嚟嘅數據。我只可以話俾你聽，我試過一個人嘅數據，咁所以啦。你 work 唔 work？ 咁我又真係唔知咯。你想唔想試？咁我要一定做 warning 啦，一定又係試。試過知道佢嗰個感覺咧，即刻第一樣嘢我諗到咧就高血壓者唔適合。第一，第二就係食緊同荷爾蒙有關藥物嘅長期病患者，例如可能係乳癌。或者前列腺癌，可能是吃緊一些跟荷爾蒙有關的藥物，那我就絕對不建議，因為文獻已經講緊佢係會將啲荷爾蒙平衡。咁如果你吃緊，你是想不平衡，咁所以咧就高血壓者唔好試，同埋食緊荷爾蒙藥嘅讀者。都唔好事，咁樣咧就其他咧其實咧好多時咧，我哋都係講試唔試咧，都係講嗰個份量啦。當然啦，咁呢一個好多唔同嘅 recommendation 都係話一個 teaspoon 一茶匙啦。咁我初試係半茶匙，咁通常我都係咁嘅。試新嘢咧，你個包裝寫幾多咧，你將佢減半咗先，因為咧包裝通常都寫多咗嘅。咁你減半試咗先。咁同埋咧好多時候我就係喺smoothie 啦，可能唔止一半茶匙，可能就咁落四分一茶匙，食下呢度食下嗰度，咁係真係令我覺得精神啲，同埋有多啲精神嘅。好，咁跟住下個係咩咧？我睇唔清楚，哎呀，可能可以搞錯。紅菜頭粉 City Super 有實係啊，嗱 Karen， 我哋頭先講個紅菜頭有兩種紅菜頭，紅菜頭汁嘅 Beet Juice Crystal 同埋紅菜頭嘅 Beet Root Powder 有兩樣嘢，我遲啲喺呢個 thread 度 post 翻個 difference 啦。Can you take marker while taking royal jelly？ Royal jelly 咁咧，通常都係會。都是話幫助荷爾蒙啦，呢一個我唔敢肯定，因為這個真係好新咯 ，marker 嚟講，我哋講好新意思即係其實好多人吃咗好耐，咁好新嘅意思即係而家先開始有人研究究竟佢個功效係乜嘢，咁都係頭先都講過啦，功效究竟係一個人講有功效，定係一千人吃咗一千人都話有同樣嘅功效咧？因為如果唔係咧，就唔可以做一個建議出嚟，只係話有人話。有用，咁只可以講到係咁。而家喺呢個地步咧，就係、是、有人話，咁係咪有用呢？可能有嘅，因為如果唔係咧，都唔會譬如南美人食咗咁耐，食咗即係幾千年啦。咁但係而家佢哋攞緊數據，睇下究竟幾多少。同埋我哋而家食咧，因為係個 powder 啦，即係其實係提取出嚟嘅，即係變咗可能係濃縮度係高咗，咁變咗可能係。好少已經做到人哋食成個嘅功效，咁變咗暫時所有嘢都係唔知道，咁但係你哋喺健康小店咧都會見到，其實因為都好多都見到啊 marker 究竟我嚟做乜嘢咧？咁 marker 幫助睡眠有冇幫助？哎呀，我又唔覺得嗱係咁嘅，當然唔好夜晚黑食啦，因為真係會令你精神啲嘅。我自己咧係覺得其實咧，如果我令個人普通。日頭咧係精神啲啦，因為其實你可以做多啲嘢。夜晚咧係瞓得好啲嘅，咁啊 also vice versa， 夜晚瞓得好啲咧，日頭又瞓得精神啲。咁覺得呢個係整體感覺。咁頭先你讀者有冇助睡眠？我自己覺得係有嘅。咁但係點解助到睡眠？我又噏唔到俾你睇，因為又係冇數據。咁所以我只可以講係好多人講係幫助到有精神，幫助到性功能。幫助到平衡荷爾蒙，尤其是女性經痛啊，諸如此類，亦都幫助到睡眠。但係所有嘢暫時嚟計咧，都係一個好細嘅 studies， 未去到一個大型嘅科學研究嘅。